get some rest. I'm by your side. Lay your head on my chest.吃晚餐。来吃这间萝莉子。Go。干嘛干嘛？吃饭了吗？
喜欢地下室，所以选这种比较高。好看呢。你说这里好看吗？你好看。我好看。耶。什么都看不到。好像电影院。好像在酒吧那个湖南人很聪明，坐的贩卖机耶，酷了吧？然后这边有这个图，月门是这样子。好脆的，马德莲晚点再吃。嗯，是马德莲，也是超脆的。你最喜欢吃马德莲了？如何？的话，越南雪糕版比较好，外面比较脆，因为它比较厚，比较扎实。但味道这个比较不正式。
第三次啦。会不会有别人进？没有，小红刚好我们两个人。不要急，要慢一点。不要，要UIC，哦，新的耶，新的。韩式料理吗？这边有生牡蛎，这边生牡蛎比刚刚那边还贵，这边650。再去吧。今天又来了，就是我头型，就是你去居酒屋必须要有的小菜。看，喝起来像土瓶蒸的，太重了。是韩式坎布利，掉下来了，然后这应该是平整，很像的。很简发展有点，还是我也点个半拉面，很厉害。耶，半拉面，很适合吃宵夜的，又便宜。哎，怎么不是港式饮茶呀？闻到甘甜，那剩下就会变拌饭。如果下次来，我应该会这样。
一个手帕，手帕送给你。这个系列的，看一下，好可爱的 sticker 的。不想纳税的，男子票这个是月前的甜虾，我选没卵的，想吃，看看，哇，哦、好大，很大只的甜虾哎，这是我的拳头，很大只哎，看起来很好吃的，我下次来解冻一下，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甜虾，好硬哦，不行，至少来一份，把甜虾做成。盖饭。哇，这怎么这么大？不错，不错，刚刚买的。怎么样？好，我们来看。等一下，我先忍着。刚刚有。刚刚哪一款？他自己做吧。就是谁要买？好啊。番茄和我觉得要 cheese。